其实来看，几多东南亚国家的人认真结婚，也算是投入来到台湾，而适应翻译韩国风俗习惯的政策。在高雄市的南洋台湾姊妹会，当然会办姊妹在外家的活动，希望用大家的家乡味来解心咒。遇到欢迎，亲就无看到姊妹，来自泰国的龚永正，亲就多做下位，无限准备传统泰式的强咖喱。是把酸酸辣辣的面食，混合做下的皮豆味，泰国式的香味。咖喱酱炒香，炒香，然后再把鸡肉放进去，然后炒到让它半熟了，鸡肉半熟了，然后我们就放那个椰奶。同卤的咸味标鸭煲的地位正，加到台湾二十年的熟口鸭，也被用柬埔寨的平民面食铺。同姊妹穷下来，相饮家乡。在柬埔寨很贵吗？不会很贵，但是它就是对柬埔寨人民来说，它是一种对我们生活是很亲切的一道菜。一前呢，用这家母语门户，欢喜的穷下来协商，因人土的南洋姊妹专门甲发通，嘛双方呢先出面姊妹上路卡心情。吃到的家乡菜，心情更是一定好。南洋姐妹会这边有办这种活动啊，我们不能回家，也有感到那个比较好一点，不会那么想家。我很开心哦，因为可以见到很多姐妹，有些姐妹不容易见到，就是有机会像今天才可以遇到这样子。我们班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，就是我们柬埔寨啊，还有那越南的，还有什么泰国的、印尼的。唔但系加到台湾的新出面会上绿卡，在台湾担任看护的义工，某一面依然无向阳，面临生活适应的问题。因为要照顾长辈时期的义工头家钟碧仪，买利用一百机会，同从印尼来的新年绿卡人带到现场，前无国的朋友了。我想讲讲，依家新过来的人吼，以后可能生活习惯啊，食的啦、物的啦，我又无强用。我说讲来啊，拄到一下姊妹的话，可以推动社会做交流啊，去聊天一下，看看那一个时候啊，我哋怎样去听书去过适应睇啊，我哋台湾的生活。从语言啊、天气啊，还有跟家人的相处的这些开始，都是。我们都要重新开始来学习，来融入，然后就是，遇到每个问题，或是对一个新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去重新来，克服。如果移民要进到这个社会上，我觉得需要的是很多的人，很多在地人的支持跟包容。当你是想自己到了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希望别人能够用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你？那当然，如果大家能够以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你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于学习他们国家的语言会更有兴趣。谈到母国的英语，表强常同亲舅母看到姊妹乡下教，南洋台湾姊妹会表示，新出面同义工就像一般的台湾人，如何的特别的人。一定要高起养成的生活习惯，马千山忙来克服困难，融入台湾的环境。也要从国外引来的人的资源，而且用劳动教育下一代的方式，广大少子化对台湾带来的冲击。下个新闻整份，资广报道。